这把枪，秦念武说我打不响，我当时真就没敢开枪。你说那是咋了？看过《空城计》没？当然了。好戏？还行。那司马懿为啥不敢进城呢？为啥嘛？城墙上是诸葛亮，他纯粹被镇着。云姑啊，不是我小瞧你。 在念武叔面前，你就是个娃，女娃。你向他开枪，我这天天夜里做噩梦，梦里都没你这出戏。哎，我敢打赌，你要再见到念武叔，你还是手抖都不敢开枪。像秦老英雄这样的人，我以前还真是没见过。他就是太静，静得让人不得不掂量掂。 金妹，他真是共产党？他要真是，咋？一个字，服。如果我也是共产党呢？打死你，手绝对不抖。为啥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啊？在我手里，谁也休想把你抢走。 这汉中原，只怕是秦铁匠的天下了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时间还长着呢。别的地方我不敢说，在咱们汉中原，得天下者，如。 英姑啊，这汉龙源你是咋整的？那秦念武咋都知道了？你问谁呢？不是你给他托的梦吗？我给秦念武托梦？咋？不经常有神人给你托梦吗？那是神人给我托梦，不是我给他。就是你给他托的梦，还险些把我害死了。行了，这肯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。哎，郭黑子没多想吧？不知道。 以后再说。哎，妹子，有件事儿，我得问问你啊。衡量巨匪李涛心，你暗地里给他送过枪吧？谁给你报告的吗？哎，这还就是神人给我托的梦。咋？哥，当年在二将滩，李涛心可救过你的命，可他也要过我的命。 你不给他送一个机关炮吗？那你咋吗？为了几杆枪，你杀我的头啊！我的亲妹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最近这个李涛心闹得有点过火了，打盐井抢兵粮，就连老谭走私的鸦片他都抢了一把，谭司令雷霆震怒，要让我毙了他。这李涛心是咋了？ 疯了！他没疯，说是山寨里来了一个什么红八爷，啊，这个人啥路子啥名字谁也不清楚，啊，李涛心敢摸他老谭的屁股，我肯定是这个红八爷供的。红八爷，李涛心听他的，没错，哎。 他把李涛心的李队都改了名号了，叫红队了。红队，嗯，这是个啥人啊？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这要比李涛心厉害得多啊。那老谭那边出兵吗？只出一个营，加上他的天兵队。天兵队。
这又是个啥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从哪上冒出来的。说领队的叫个什么什么奎狼星啊，其他的都是些天兵天将，打仗的时候都戴的面具。哎呀，这纯粹都是唬。那这次剿灭李涛新，你要动我们清兵队？哎，这还必须清兵队上，并且只有清兵队上。为啥？ 这个当年的匪疙瘩收拾当今的匪疙瘩，以毒攻毒，懂吧？你也是当年的匪疙瘩。哎呀，你不上去？杀鸡焉用牛刀，哥是个儒嘛，我得躺到这个地方看书。哥，嗯，那个左红儿也是个儒。 他咋？没咋，他就快死了。啥？啥？只是神人给我托了个梦。神人说，妹子，你是怕他勾引京北吧？嘿嘿，哎呀，女人呐，就是爱疑神疑鬼的。 不过提醒你啊，妹子，你要是杀了左红儿，京北那打，你可就彻底毁喽。哦，那要是红八爷杀了他呢？红八爷，这次往横梁剿匪，左红儿一定死在红八爷的枪下。你凭啥？凭抓阄。我走了。 艾英过，你可不敢胡来啊！